生活中啊，咱无离开法，每一种的法啊，伊都有伊含义真深的义理伫咧。亲像恁头前看一盆花，一丛树啊，到底这要改叫做花啊，或者是叫做树啊？大家人会讲，这应该是叫做树啊。啊，不过树啊应该是伫外面啊，种伫土的面顶啊，伫外面的地方。树啊是真大丛啊，树下的阴影啊，安尼嘛则叫做树啊。哦，小树啦，但是呢，这丛树啊是安怎会叫做小树？伫树啊的以前啊，这丛小树的以前，那是叫做树苗。树苗的以前叫做树茎，啊，树茎的以前啊，就是茎子啦。哪会遐尼只多名相啊？那么现在伫咱的面头前，树啊哪会只细长？方法无同啊，因为这丛树啊，伊家养伫花盆的内底。花盆的内底啊，伊的茎寸袂宽，所以过后几十年嘛是只细长。但是呢，这丛树啊，那该离开花盆嘛，伫大地的面顶，海阔天空啊，地阔天空，自然呐、啊，伊。青春回去啊，它就变作一丛大树啊。这是啊，树啊的本身有种树枝而树茎而苗而小树，真多的名相。但是，同款是这丛树，这个茎就是这个树。但是我们在用它的方法不同，环境不同，不同的环境，不同的方法，所以它的形象就不同。所以说起来，诸法啊，本具，但是呢，它里面有含着真多无量义，有真多的道理存在，同款的意思啊。咱真多的道理啊，用得适当呢，就会当速灵发心成菩提。教育就是安尼啊，本来有这么真多好的教育方法，但是众生啊。根基无同，唔只是根基无同啊，因缘也无同。无同的因缘，讲一个话，无同的缘，无同的人，讲起来呢，就听不入去咯，发用不落去啊。讲一个话。换一个较好的姻缘的人，甲伊讲话投机，他就会接受入去啊。只要这个法接受入去，伊就会发心嘛。那发心嘛，同款自本来经，性本善，人人啊，咱自古以来，咱唔是常常听人安尼。讲吗？人之初，性本善。那么佛敢不是安尼甲咱教？人人依佛动机本善，所以本善是善啦。只是呢，法要安怎入伊的心，那就爱
看因缘咯。那适应根基啊，用到的方法。用意有真理，天地间啊，哇，真多物件，植物、动物、各形各类啦，大自然的面顶啊，真正是无法度去算数。但是呢，拢总无同的形象，却有同款的真理伫咧。足奥妙的代志哦，这实在是人生啊！咱有学袂完啊，捌袂完的道理啊。但是呢，佛啊，说法为了要应众生的根基，为了呢，要让人人会当捌一项的真理。将这个一项的真理啦，一实现。但是呢，说法四十九年啊，就是无同。为什么佛陀爱来人间，说法遐尼久的时间，佫无法度呢，和所有的众生呢，会当返本归元？因为呢，咱人人迄、那个。本性原来都有的，依佛平等的本性，佛陀呢，干那一项，希望人人会当当返本归元呐，了脱呢，咱本具的本性，那就是啊，迷失了本性，就变成什么款呢？证明咱讲真多啊，无同的形象，无同的罪孽啊。咱人讲过去啊，作恶业罪啊，深祸作定，无间罪孽，真多的罪哦。迄、那个罪相啊，所做的业呢，拢无同啊。但是呢，根本呢，都是恶业罪啊！迄、那个恶业罪呢，都、就是一直甲咱牵绑着，甲咱缠着啊。所以呢，就讲深祸作缠，总呢都、就是真污浊，好亲像这个水啊，真垃圾。更加垃圾呢，就亲像迄个泥沼、水啊、甲土啊，已经呢混浊、混浊啦。逐渐呢，迄、那个土会黏人，那唔只是黏人，佫是真深啊。所以，迄、那个深祸作缠，安尼规个呢，甲咱缠着、绑着。咱那是陷入泥沼啦，唔是讲哦，啊，敢那跋落去水里游咧会当起来，或者是游咧救咧都会当起来，唔是哦，迄那打落泥沼啊、泥土啊，安尼滴滴密、滴滴密落去，要救的人啊嘛救袂到呢，这种呢，深祸。安尼规个甲咱绑起来，迄种个物种呢，规个直直沉落去呀。这呢所做着呢，就是无间罪孽，无间罪孽，那就是地狱咯。譬如地狱，地狱就是无间的罪孽。那么在咱人间呢？那讲，哎呦，啊，我的苦奈安尼，一项过一项，安尼直直接来呢，真多的苦难啊，安尼拢总呢，一项也未去，过一项，过再来，
和伊的心呢，迄、那个苦啊，真多啊，一项不断，一项直接落去，顶顶塌塌的烦恼，顶顶塌塌的苦难呐、啊，真呢，嘛叫做人间的业，人间的地狱，人间的地狱啊，就是啊。就是迄个苦难呢，安尼顶顶塌塌，好、哦，真正是予咱看着嘛，感觉讲哪会安尼的人生，真正是苦不堪言啊！所以呢，无间罪业啊，这呢就是咱众生的苦啊，佛陀无忍心，明明咱都是真正的清。咱的心地清净啊，那会变成迄个浊的甜，遐尼只深，遐尼高呢？所以，这就是表示业做太多啦，实在是真无奈哦。到底所做的业，除了五业、罪业、深和浊甜以外呢？国在。文的内底，安尼个讲哦，吼，协助一千体呀，吼，断善根业，轻无佛语啊，放红顶业。什么叫做一千体呢？一千体就是梵语啊，吼，也做咱的华语呢。就是讲恶地界，因为呢，恶地界的类实在是足多足多，无法度通去分析足多的这个恶因、恶业、恶缘呐，都是呢，在这个恶的地界呐，安尼不断产生出来，所以叫做一千体。一千体恶地界呐，会当讲对三尊非为不信，而犯非破明断善根业。对三尊，就是三宝啦，佛法清。有的人啊，叫伊信佛，不但不信呐、啊。回到当下，也搁伫咧诽谤，甲伊讲这是佛法啦，佛法都是拢种善的，伊唔只是无信法，无信因果，反倒当下谤法啦，甲伊讲出家人啊。一心拢是真善良，以发宏愿呐，要打起了如来的家业啦，弘扬佛陀的教法，佛法啦，的传承者就是精啊。但是呢，伊不但不起恭敬心哦，搁在呢。作乱政团，唔只是自己哦，去诽谤、去破坏，搁在呢，教别人也是安尼去诽谤、去破坏，自作教他人作啊。有的人呢，就是无法度去判断是非，恶的语言，伊作投机的。所以呢，未晓分别是非，安尼呢，就去互伊招去啦，就去做这种诽谤破坏的代志，这拢叫做一千体啊，这呢叫做恶地界，好的地界呐，伊唔肯接受，就是去接受歹的地界。所以所做出来的代志呢，唔只是对佛法经，对社会、对人间啊，拢是共款，一种
完全伫咧做破坏，烦恼是非啊，离间感情，这呢，拢总归纳伫这种恶地界的内底，所以世间的代志，伊都要破灭啦。何况讲，伫一个真好的情团，起着迄份轻视或者是嫉妒的心理，这拢总是伫恶地界的内底，这种。不但不尊重啊，反倒回来呢是轻易无薄，这叫做放红顶业。红顶呢，这是这个法的名称。那这个法呢，就是安怎样会当利益人群？因为佛陀说法有母时嘛，有阿含的时，有这个红顶的时。红顶法就是要安怎去掉小性呢？完全的归入大性，就是讲比修小性呢，更搁再进一步红顶，就是讲凡事唔通执着。但是呢，爱修以善道，但是这些法啦，伊拢该诽谤掉去哦。这呢，就是轻无佛意，佛陀的讲法呢，实在是咱伫咧传承佛的教法，伊呢拢总轻视，实在是诽谤对这个。法的传承呢，从中间断掉去，所以叫做放红顶业，轻无佛意。佛陀虽然现在无伫了，但是佛经是佛讲的啊。咱呢，反倒转来去改诽谤，搁再呢，从红顶经那是改诽谤，这拢总是作业啦。这种的业呢？断人的善根，定定讲，咱都爱度众生啦，开发人人的善念啦，因为呢，这个善行本具嘛，所以呢，咱应该啊，一定呢想方法，安怎样呢来开发人的善根？善根已成就啦，安怎该培养呢？好亲像树种变树苗，那小树会声音变为大树啊！这呢是咱足努力的呀、啊。佛陀来人间啊，无不都是安尼吗？都、就是要叫人讲，哎，去掉小我，成为大我。那唔通独善其身啊，要兼利他人，这呢，拢总是佛陀来人间的目标。但是呢，就是伫遮尼遮多啦，一善法啦，偏偏咱众生呢，都是要违背这个道理，所以呢，违。为道理啊，那自然的一堆破坏一切。那么下面再个讲，破灭三宝啊，非正法业，不信罪福啦，起习恶业，未尽反正痴邪之业。各位，咱人人不是安尼吗？伊既然呢不敬三尊啊，毁灭啦，有这个诽谤的心气啦，这呢就是叫做毁灭三宝。这种毁灭三宝，自然伊就是非正法业，安尼呢都造业啊，开始都有业啦，唔是干那起心动念啊，伊还是身体力行。到处呢去散播着迄种恶的法啦，所以呢，这种非正法的业是足重的哦。这嘛是叫做一千体，这种的一千体啊，就是恶
劫，不幸罪祸，伊无相信呐、啊，作王呢，作罪啊。无相信呢，做善得福，伊都是无相信嘛，所以呢，伊无恶不作，那么起习恶业，安尼呢，都去做习恶啊，自然呢，业都搁成咯吼。那未真反正，真正的道理呢，伊偏偏呢，要改反面过去，反面的呢，就是。恶啊，就是假啊！真的反面就是假，善的反面就是恶。所以呢，伊去迷真，真的拢迷去啦。反倒转来都是做恶的代志吼。所以啊，正确的道理伊嘛要甲伊反掉去。所以伫这种呢迷啊误迷啦，那反觉。这个正理啦，这呢就是欺邪之业，这嘛就是当中恶地界啦。各位学佛啦，咱应该呢爱好好爱知影，诸法本具无量义，无量义嘛是从一法生啊。咱的本分是应该呢，要爱社会祥和。都要启发人人的爱心、菩提心嘛，爱相信呢，自本来金性本善嘛，万物呢虽然相异啦，但是呢内底绝对有伊的真理，所以咱唔通迷真反正吼，咱啊迷真反正嘛。千体业啊，实在呢是无间业吼，将来所得的呢就是无间的苦难啦。无间就是无间系啦，安尼呢一行去一行来吼，或者是顶顶塌塌呢，不如意的代志会真多哦。所以请大家人爱相信佛的教理啊，真实话，所以爱时时。多用心啊！